全球目前有10个国家拥有核武器，5个合法拥有，5个是非法拥有。1俄罗斯6500多枚合法拥有，2美国6200多枚合法拥有，3中国我们承认有300多枚，但是西方偏说我们有1500多枚，当然肯定是合法拥有。4法国300枚左右合法拥有，5英国200枚左右合法拥有，6巴基斯坦180枚左右非法拥有。外界传闻巴基斯坦的核技术是我们传授的，目的是为了制衡印度，不知道你们信不信，我反正不信，人家巴基斯坦怎么不能研发出核武器了。7印度150枚左右非法拥有，据说当年美国为了制约中国的核发展偷偷提供了些许帮助，人家印度也争气啊，20多年就研发成功了。8以色列80枚左右非法拥有，据说是美国提供的，美国这么做是为了稳固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。9朝鲜30枚左右非法拥有，当年苏联将核技术传授给了朝鲜。10伊朗10枚左右非法拥有，传闻是俄罗斯提供的，为了制衡以色列。最后其实除了这十个国家以外，还有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，那就是日本，2枚100%合法拥有。日本拥有核武器的时候，日本人特别的开心啊，载个载物，因为那天整个大街上全是熟人。